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金。随着广州恒大在亚冠上小组垫底出局，加上中超输给江苏苏宁丢冠，恒大俱乐部就架空了卡纳瓦罗，而郑智更像是手握实权的球队新主帅。但卡纳瓦罗与恒大还剩下两年的合同，年薪高达1200万欧元，因此卡帅的动态也是球迷最关注的话题。来自恒大跟队记者李毅的最新报道，卡纳瓦罗12月14日并没有跟随球队一起返回广州，而是直接从多哈返回意大利去陪伴自己的家人。经过多方的努力，中超 BIG4 终于可以从多哈返回国内，而被恒大架空的卡纳瓦罗并没有跟随球队一起返回广州，而是以太久没陪伴家人为由，选择直接返回意大利去陪伴家人，一起度过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恒大本赛季三大皆空，但卡纳瓦罗还是非常敬业的主教练，为了安抚球员的球员，他并没有选择球队亚冠出局后就立马返回意大利，而是等球队登上了返回广州的航班之后再选择返回意大利陪伴家人欢度圣诞佳节。卡纳瓦罗大概率会离开恒大，但两年合同如何收场仍是球迷最关注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